我们现在来到一间鸭头，是前时尚玩家的导演推荐的。这时尚玩家的导演钱，现在四点了，还没有来。来了，大家在暴动了，快点！是哦，入口即化呢。台南吃货日常，爆霸型图鉴，我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一间鸭头，是前时尚玩家的导演推荐的。他刚才推荐了两间，都非常的难吃。我们来吃吃看这间鸭头好不好吃，好不好？已经有人开始在排队了，我们再去吃看。Go！这时尚玩家的导演钱，他刚才推荐了一间他们拍过的超级难吃的东西。这个看到镜头都不讲话了。这家现在四点了，还没有来。然后刚才那个大哥说，现在是年轻人接手。哦，我很怕是变口味，他说没有，没有变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来了，大家在暴动了，快点。都是脚，看一下脚。它是不是甜的哎？哦，是印象中的东山鸭头都甜。它根本不用啃的，它用嘴巴咕咕咕咕，它就掉下来了。你看，哦，赞哎！再试试看别的，这是什么啊？刺，鸭刺。是，哦，入口即化呢。哦，可以，值得哦，对，一个多小时可以，感觉很好吃哎，我要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那个脖子要吃，要吃脖子，我推脖子，哦，那我多吃一个血这样，血很好，你看。现在有没有感觉后悔？就是买到买不够。我觉得有点买不够。我再回去买。脖子。哦。你刚刚那个再扯一次，刚刚那个肉怎么回事？这是脖子哎。这个太夸张了啦！你刚用手撕的就好了。干西北特价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它那个肉哇，很强哎，我们吃一下口香糖啊，是一条一条，对，这鸭肠叫口香糖，喂，怎样？那脸是怎样？讲话啊，那些说变味道是怎么样？很好吃哎，什么意思？它没有口香糖的感觉啊。咬下去，咬没几下就没了哎，干，好好吃哦，值得哦，值得。完了，这样真的不太够了，买太少的感觉。我操！好，那我们带回去关子里吧，吃一吃吧 ，Go。最后吃完，我只有觉得一个缺点，就是买太少了。真的是蛮好吃的，大家真的很值得可以来排队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些插队的人就是非常的，真的，
我就在讲你们。我们在那边，妈的，他没有排出摊位，我们这边等了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是等会多的吗？我就是公令，免怀疑，就是令。来吧。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价格也是偏贵一点点的。但是它非常的好吃，跟我们传统知道的鸭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是甜的，它是咸口的，非常非常的爽脆，难怪大家是一千、两千、三千人在买。口香糖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去买啊，一个人就是一包，不要再想了，你们几个人就买几包，不要再讲说哦，我们可买太多，没有，你没有买一人一包，绝对后悔。好了，最后的影片，谢谢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小铃铛，下面见啦，拜拜。When it's one of them days, everything go your way and your soundtrack plays like When the good time stays and it's not just a phase, you can feel the level raise like When the sun rays break the haze and the light just blaze and it tastes like All I'm